闽南话，不得已，应该怎样讲，怎样写，搞不起中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，不得已，无可奈何。我若是搞不起中，你会怪我。我也是不得已，你不要怪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